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자, 오늘은 제 단크 하나. 오늘은 금요일인가요? 是星期五是吧? 참 날짜도 빨리 가. 时间过得好快啊. 오늘은 이 건강식에 대해서.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有关健康食疗. 지난번에 제가 말씀드린 것처럼 以前我讲过是吧? 우리 몸에 좋은 것일수록 어떻다고요? 那些好的东西啊, 其实是 구하기 쉽고 很容易得到的. 그래야만 하나님 是丰富的. 这才彰显出 创造生命的创造者的爱. 如果让那些好的东西变得是稀求的东西, 非得付出昂贵的代价才能得到的东西的话, 那就 不公平了. 사실 우리 건강에 우리 몸에 什么样的饮食是最佳的健康食物呢? 우리 건강에 제일 중요한 좋은 음식이라는 것은 对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对健康最好的食物 해치는 것이 무엇인가를 먼저 健康最致命的食物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了解 우리 건강을 해치는 것 중에 제일 对我们健康最有害的致命的食物有什么呢? 활성산소就是产生自由基的食物是吧? 그래서 활성산소가 那么自由基对身体最不好，是以精神压力受刺激，是产生自由基的原因。那么死亡的念头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最有害的杀手，所以精神压力。 过重, 활성산소와 생산,生产出大量的自由基，那么这些自由基呢，就会损伤我们的细胞，损伤基因，损伤线粒体，嗯，都细胞膜，细胞老化加速。这一切呢，所以说除了自由基呢，如果没有这个自由基，那么我们的疾病呢，可能会少得多。 自由基所导致的各种疾病，比如癌症。那么吸烟容易患肺癌。那么光吸烟，其实也不容易导致肺癌。那么一辈子不吸烟也可以得肺癌。那么肺炎和香烟呢？ 并不能说香烟是引起肺癌的绝对因素。那么不吸烟，但是体内有大量的自由基产生也会肺炎。那么即便你吸烟，那么身体内的自由基产生的不是很多，那么也不容易患肺癌，是吧？有的人呢，一天抽 两盒三盒还能活到九十岁，而且在肺还很健康。所以这个自由基啊是损害我们健康的最大的杀手。那么自由基损害我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基的话，那么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食物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可以防止 防止自由基的氧化作用的物质是对我们身体最有益的健康食物，是吧？那么
自由基起的作用就是起氧化作用，为了防止氧化作用呢，我们称之为抗氧化物质，叫抗氧化物质是吧？抗氧化物质或者氧化防止物质啊，这种成分最多的食物就是好的食物，健康的食物是吧？那么这些氧化抗氧化剂都有哪些呢？抗氧化物质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就是维他命 C， 维他命 C。维他命 C， 그다음에비타민 E 입니다。还有维他命 E。그다음에베타카로틴이라고합니다。还有胡萝卜，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这个三大抗化防止剂，这就是三大抗氧化物质。各位，작은산화방지제들이굉장히많아요。那么有很多抗氧化物质。많은데이런물질들이이산화방지제들이전부생물성물질입니다。那么这三大物质呢？全部生物性物质。都是植物性的。근데이그수많은산화방지제들중에在很多抗氧化物质当中，最优秀的、最优秀的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C。그러면은비타민 C 는귀하게소흔하게소那么维生素 C 是稀罕之物呢，还是很一般的物质呢？비타민 C 는막뭐든지막식물성이면비타민 C 야啊，只要有是植物就有维 C。维 C 是最基本的维生素。那么松叶里头也有，草里头也有，根茎里头也有，果子里也有，叶子里也有。维他命 C 有。维生素 C 比比皆是。땅에서자라는것치고。地上长的都含有维生素 C。所以对维生素 C， 你们用不用过多的做敏感反应？没必要，只要你们吃像吃的像现在一样，维 C 你们不用担心。비타민 C 없는거한번찾아봐要找굉장히힘들어你们想找到不含维生素的植物很难。중요한것所以越是重要的东西，허발라게만啊，就是越容易求到，是吧？到处都有啊，明白这一点。那些难求之货，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与维生素 C 相比，稍稍不太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维生素 E。因为维生素 E 不是很普及的，稍微难求一点。比如说麦芽那些种子的麦芽里边富含维生素 E， 就是稍微难求一点，是吧？不像维生素 C 那样，遍地都是。维生素 C 是很普及的。因为它很重要。重要하니까。근데비타민 E 는비타민 C 보다는조금덜중요하니까。那么越是重要的、越是难求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那么胡萝卜素呢？比维生素 E 相比，那稍稍还不重要一些。잡시는당근색깔나는거있죠你们比如像那个像胡萝卜颜色一样，黄色아닌것도많잖아요像橙色一样的东西。그식물성색소食物色素，食物性色素，这些色素里面呢就叫做胡萝卜素。比如说橘子호박还有南瓜呀，这些植物里面、水果里面富含胡萝卜素。자그래서所以呢？그다음에이제보면은还有그다음에보면은这些抗氧化物质当中，还有이게이제삼대这是三大抗氧化物质。부를수있고그다음에이제잡다한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那些抗氧化物质不胜枚举。어떤것들이냐고还有什么呢？
이런 색깔 있는 것들 있죠, 색깔. 그래서 有颜色的, 네. 是吧? 이 색소들이 전부 살아나. 这些色素啊, 都是 天然 色素, 都是 抗氧化 物质. 그러니까 이 자연계는 那么自然界的那么创造生理的创造 색깔을 그냥 색깔만 내려고 색깔을 내는 거예요. 颜色不光是取悦眼光. 是让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颜色呢，起到不同的抗氧化作用。 그런 물질이에요. 所以这个颜色不光是颜色, 뜻이 있죠. 很神妙是吧？里面都有旨意。你们看， 여기 이제 이게 베타카로틴. 这是胡萝卜素是吧？ 저 베타카로틴. 그러니까 이게 지아산틴이라는 물질인데 이런. 지아산틴. 아주 연노랑색. 就是淡黄色的植物当中啊，富含这种东西。 저런 물질은 이 눈을 보호하기 때문에 광반 변성, 可以防止抗黄斑 物质, 可以保护视力. 요새 한국 사람들이 한국 황반 변성이라는 그 망막 질환이 많습니다. 那么韩国人呢，就说视网膜上出现黄斑性的病变，所以说视网膜呢经常遭到破坏，甚至导致失明。 한번 발병하면은 一旦生病以后呢, 이게 자꾸 이렇게 악화돼서 总是这样恶化, 失明해요.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最终都要失明. 하여튼 뉴스타트만 所以只要你们来到，他们这些患者来到新西兰生命中心呢，他们就得到很快的康复. 네, 우리 전 선생님이 我们这位姓田的老师呢， 의사 선생님이 이랬대요. 당신은 실명해. 那么你肯，医生说你肯定要失明。 그래서 야 이거 큰일 났고. 说大事不好。 인터넷을. 所以在网上， 搜资料。那么我对黄斑变性呢，把最新研究的资料传到网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 为什么只有新几点生活才能医治这种疾病的病理原因呢？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就出现这个因素。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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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모든 게 그냥 이제 그 다음에 또 나빠져서 再또치료视力再减退对吧？再治疗。그러다가이제最后呢，啊，接受了新纪念生命信心，然后开始吃藏米。집에서이제在家呢，啊，进行生活改良。해보자그래서한삼개월후에三个月以后呢，병원에다시더가니까再到医院检查，医生看完以后，吓。哦，이게왜이렇게좋아졌어이거？哦，怎么能这样好起来呢？좋아졌다고。感到不可思议是吧？좋아졌다고신경질내왜안좋아지게돼있는게뭐예요？啊，这医学上是称不可能恢复正常是吧？但是奇迹却发生。그래서에이그렇다면뭐병원서는더이상뭐요？那么医院说？啊，那么医院呢？그러면아한번직접오자해서그래서두분이오셨답니다。啊，没什么啊。太大帮助，所以他们就来到新纪念生活中心。所以黄斑变性啊，视网膜黄斑变性啊是不治之症，但是在新纪念生命中心呢，这种不治之病却成了可治之病。哎，不治病无所谓。자，好了。저기뒤에서있네啊，后边这个标语写的是吧？그다음에还有呢？그다음에이제이빨간색토마토这个橙黄色的西红柿啊，西瓜啊，啊这些水果蔬菜当中呢，이라는물질인데会有一种리코핀的物质。
前列腺을对男性的前列腺呢起保护作用。그옛날에이런거몰랐어过去我们对这个不懂是吧？我们读医科大学的时候都不懂得这些道理。그래서그래서이제所以呢？막이초록색이유명해졌을때는这个绿色出名的时候，什么卖的很欢呢？ Kiwi 啊，所以说猕猴桃卖的很畅销。Kiwi가인기일거라죠猕猴桃很畅销。그다음에이제이런색깔还有这种紫色的是吧？혹은까만색이라고成黑紫色的这些。검정콩색깔啊，葡萄啊。이게이것은관절하고蓝草莓这些，或者对。关节和脑大脑起的保护作用，它有这样的物质。근데이게유명해지니까이런것들이요이런거이런거像这些这些이런것들이这些物质발견될때는다만병통치로발표된啊，当刚刚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以为它是什么啊？以为是可以治疗万病的，是不是？所以价格被抬得很高。한국의두부가다색하매졌잖습니까啊，有一阵子韩国的豆腐都变成黑色了，是吧？白豆腐没人搭理。근데여러분但是你们要知道그럼노란콩이더중요하게那么黄豆好呢까만콩이黑豆好呢노란콩이좋다는사람은왜그래요有的人认为黄豆好那是为什么呢더흔하니까因为更稀烂贱是吧여러분아직도이게훈련이안돼가지고그렇죠你们做这种反应说明你们还没有训练到位。귀한게감정거기듣기하니까감정거기듣었어아那么说강의해봐야소용없다니까요黑豆啊贵啊所以黑豆更好강의해봐야여러분의이근본你们这种根本的思维方式不改变的话我讲半天你们讲我讲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是실제로는实际呢你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却没有改你们的根基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所以你们反复听讲义是吧？嗯，그래서강의한번듣고나면所以听完了一次讲义以后，就像风吹过一样，这只耳朵吹进去，那只耳朵。여러분근본적사고는안바뀝니다掀起一阵浪。근본적사고가바뀌어야만所以你们的根本的思维方式改变的话，你们的旨意、你们的信息才会改变。这个时候，你们的遗传基因才会受到影响。그래서所以呢，뭐귀한게종게越是稀奇的稀罕的物质啊，其实对我们来说相对越不重要。那些越是多的物质，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东西。自然界里这一切的颜色呢，都有其存在的目的，都是有旨意的。它在传递一种健康的信息。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이색깔하나도좋은생명적인목적이에요这一个颜色就是在我们传递好的生命的信息。那么你们每个人的生命不会没有意义的。你们存在也是一个生命的信息。자이래서所以呢？그런데문제는이겁니다이렇게아무리좋은산업방지제再好的这种氧化抗氧化物质呢？이게우리몸에는적당히섭취가아一定要摄入量要그럼문제는이겁니다不能过多适量자그러면뭐가필요한지도모르겠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体实际需要什么连我都不懂是吧连我也不晓得뭐가필요한지도무슨영양소를내가먹어야될지도사실우리需要什么营养物质需要多少那么我们根本都不晓得모르고아는사람없어요아没人晓得아무리지아무리하바드박사라도몰라요再大的博士即便是哈佛大学的博士또어떤영양소를얼마만큼내가섭취해야될지도什么样的营养物质摄取量应该是多少这个我们是不了解그거누구한테계산해달라그래봐那么你求人计算那计算是没有用的그거는누구소관이요这是归谁管的就是归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管了，就是你们这个95%的潜意识的世界内发生的事情，由他来调节的部分。那么，上帝是怎么调节的呢？你们要明白这个。그럼하나님이실제로이자연계에서조절하고있느냐？那么，上帝在这个自然界里真的在调节吗？你们记得那个小海龟吗？小海龟不知道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上帝呢，已经在它的。在他的遗传基因里规定了他的行为模式。那么到了海里以后，他就知道有海蚀了，吃多少，吃什么，吃多少已经都决定好了，也不能放开了吃，是吧？
그럼 그건 하나님이 어떻게 해 주면 돼요? 그럼 상디 아, 어떻게 하면 되나? 하나님이 딱 보고 상디 이 거북이 새끼가 그 해파리 쏘아. 이제 해파리를 충분히 먹었다. 다 쳐라. 그럼 하나님이 그걸 안 먹게 해요. 충분히 해쳐. 어떤 방법으로? 就让他停下来吃海蜇。用什么办法让他停止呢？먹기싫게해버려。让他不想再吃了。그것도좀안먹그것도좀这个有点像笨方法是吧？배가불러다가서안먹는거아닙니다배가불러도토하고먹어요那么肚子饱了，肚子饱了，不是不能吃，而是什么？还能吃，吃的直到肚子爆开了，有时候可以呕吐出来再吃，是吧？뭐를느끼지않는한啊，让他不感到什么满足感，感到满足感是吧？满足感。오늘낮에여러분냉면몇개먹었어요今天你们吃了几碗冷面？吃了三碗，吃了两碗。저는왕년에그냉면을여덟개씩먹었어요我曾经吃了八碗。저는过去呢？저는옛날에여러분기억하시는분기억하시겠죠？你们记得我的人可能 KBS 텔레비맨처음나왔을때第一次在KBS 电视台出现的时候是瘦的皮包骨。大概有56-55公斤。体重轻的，现在是72公斤。그때진짜갈비씨였어요。那个时候真是皮包骨。근데저는평생살찌는게소원이었다。我一辈子就想长点，长点身体重是吧？现在体重长了72公斤，算是胃长了。살이안찌는거라。但怎么吃也不胖。아무리먹어도안찌는거야怎么吃也不胖。그러니까자꾸더먹는거야所以总想。总想吃是吧？그때의과대학당뉴스더먹어야찐다이렇게배워버린那么读医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了，只有吃才能胖，因为我们不了解遗传基因，是吧？우리몸속에는체중을我们遗传基因里有가장적调节体重的遗传基因，维持最佳体重的遗传基因。여러분아조그만그릇에나무를심어놓으면在一个小的容器里种上一棵树的话，나무를심으면어떻게돼会怎么样？네나무가커요那树能长大吗？长不大的。나무가조그만나무只能长成一棵小树。꽃피고할것다长成小树，但是它该做的还做，开花结果。큰데심으면어떻게돼那么种在大的容器里呢？啊，根茎长得很挺拔。왜그래요为什么？그게这就是그게식물이알아서하는거아니에요这是不是植物自己自动的形成的？식물이자기사이즈를결정하는게아니에요不是植物决定自己的尺寸大小。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커지도못하고죽겠다啊，那么如果长太大的话，할건해야되니까它会死掉的。所以呢，그전체적으로在所有的环境条件全部进行衡量以后呢，然后来调节它的尺寸，那么就控制它的这个遗传基因的程序运作。所以说，鲸鱼也一样，조그만한放在小的小的鱼缸里养，조그만안커요，就长不大。크다가就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生存。그우는데버립니다那么如果长大的话，可能就그럼조그만就容不下它了，是吧？所以在不大的情况、不长的情况下，怎么样生老病死这个整个生长过程就发生了。如果你放到大鱼池里，那么金鱼就会长得很大。그붕어라는게그렇게뭐예요啊，金鱼就是원래그렇게조그만게아니라니까原来不是那种小的。그걸새끼때잡아다가어떻게해요打小就把它关到一个鱼缸里。그게그거사이즈를고那么它就适应环境，长到那个尺寸就不长了。그래서자기환경을所以为了适应环境，가장적당한사이즈把将自己的身体尺寸调节成适应环境最佳的状态，那么调节它的这个遗传基因，就叫成长遗传基因。그래서이제그그래서이환경에따라서随着环境的变化，우리가얼마나한사이즈가되어야만我们要将自己调节成多大的尺寸，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维持最佳的健康状态啊，就由这个成长基因来决定。요새한국젊은이들크잖아요所以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呢，身强体壮是吧？身材都很高，키도크고高头大马。
근데 이제 전체적인 환경이 因为整个环境呢，营养供给的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就变得很好。사이즈를결정해那么决定这个키작은사람내가키작다고불평하면안됩니다你们个子小的人不要埋怨你们个子小，因为个子小呢，就是在这种体重下才能维持最佳的生命状态啊。그래서所以呢？그래서이런얘기가있잖아요아有有一句这样的话是吧？옛날에미국에过去在美国，과학자들이我科学家们认为페루에갔습니다페루啊，科学家们来到페루라고하는데페루는이강원도같은곳이거든요啊，秘鲁是一个高山国家，是吧？很狭长。근데거기주식이뭐예요？강원도처럼啊，他们的主食是什么呢？감자하고啊，土豆和玉米。근데이제미국의과학자들이美国的科学家们来到秘鲁以后呢？감자라고있는데이게다자라요아土豆呢非常非常小很小、네、그래서이제참마음이안돼서实际觉得哎呀经济效益太低所以呢就对他们说유전자那么我们要用什么遗传基因生物工程미국감자는막이렇거든요因为我们美国的土豆像拳头这么大미국감자그러니까감자도식물도이렇게植物也要什么뭐가필요해요성장호르몬이필요해요아在生长的时候需要成长荷尔蒙是吧미국감자성장호르몬所以我们把美国土豆的成长基因呢抽出来啊把它生物工用生物工程移植到你们的土豆里你们的土豆也会变得像美国土豆一样啊这么大既可以提高效益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啊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그랬더니그다음에第二年呢那么真的秘鲁的土豆啊长成了像美国土豆一样全能的大，所以秘鲁政府非常高兴。다음에어떻게될게？那么再下一年会成为什么？出现什么事情了呢？에？아니크긴큰데전멸했어大是大，但是都被虫子虫遭虫害，整个收成都被毁了。啊，因为它有小有小它的理由，因为那个高山地区有一种虫害，这个虫害维持这个虫，为了维持这个对虫子的抵抗力呢，土豆要保持小的身体，小的体积，那么却把用这个遗传基因生物工程勉强的把它搞大以后呢，抵抗力丧失了。所以呢，小有小的理由，大有大的原因，所以没必要怨天尤人啊。只是我们没有参透。那么上帝呢，生命的主呢，却把我们的身体啊，已经调节到最佳的状态，是吧？你们感谢领受就好了。所以以人就以人的基准，个大小、长得好看不好看，这些都是没用的。要说。자그러면그래서所以呢거북이들도이미자기들이결정이미已经是내가물을내가他们的行为模式呢已经是由이게다알고보면은上帝注定的결정해놓고上帝注定是吧하나님이그입맛을조절해주按照他的程序来行为那么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说讲这只老鼠那么受刺激以后呢他就会喝酒是吧成为喝酒的老鼠那么为了维持最健康的饮食方法呢就要维持什么首先要保持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内心有平安有喜悦感到幸福그리고이제还有呢보면은你们看예를들어서요새이아프리카에산성비가많이내려요산성비아下的雨都是酸性土壤에칼슘성분이부족해土壤的碱性成分그래가지고이기린이원래는뭐먹는데这个기린이长颈鹿啊原来是吃树叶的是吧아原来它是吃树叶的보여드리면은기린아니요那长颈鹿기린이이高高的脖长长的脖子伸出来伸起然后吃高高的树叶上面的刺啊这是刺槐那么它可以很巧妙的避开上面的刺然后去吃叶子근데여기칼슘이부족한거라
啊，那么这个树因为酸性雨啊，它缺乏钙质，所以它就吃什么？这是死亡动物的骨头。그럼 기린 는 갈 심이 뭔지 알아요 몰라요 那么这个长颈鹿知不知道什么是钙呀？그러나，但是它却知道是如何补钙，是吧？当它需要钙的这个时候，看了骨头，它就要去啃。啊，看了骨头就想吃。아먹고싶어져요그러면那么왜먹고싶을까为什么要吃呢뼈가먹고싶은것이기린의想吃骨头不是不是由长颈鹿自己决定的어저께여러분성경에서보셨듯이从圣经里我们已经学到了一样마귀가가로누다의마음에뭐요驱使예수를팔려는犹大让他有出卖耶稣基督的念头하나님의하나님이기린의마음에上帝呢啊创造生命的主呢먹고싶은생각을给长颈鹿一个信息让它产生了吃骨头补钙的这个念头这是从科学上也是有依有据的여러분그래서성경처럼정확한게圣经是非常精确的但我们不懂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么魔鬼进入魔鬼怎么能操纵犹大的思想呢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不信以为真但是从科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已经证明了这些事实所以你们观察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已经证明了圣经里所说的一些道理都是精确无疑的那么长颈鹿也纳闷今天为什么想吃骨头呢然后他想啃骨头那么프로그램을입력해놨겠죠그렇죠上帝已经在长颈鹿的基因里注入这样的程序那么科学家们经过分析呢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长颈鹿大脑里分泌一种 NPY 的物质这种物质分泌出来以后呢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当大脑里产生一种 NPY 的物质，갑자기땡겨突然就想吃什么东西그러면那么여자들은이런데대해서참예민합니다女性对这些呢比男性要敏感的多。이왜냐면여자들이임신을해보면当女性怀孕的时候나는전혀도마도를안좋아하는데我在怀孕以前从来不吃不喜欢吃西红柿，突然。非常想吃西红柿。근데누가도마도를좋아해那么谁喜欢西红柿？남편이도마도를좋아해男丈夫喜欢西红柿。所以，애가누구닮아서그래요所以男的像谁呀？남편닮아서像老公。근데내가도마도가땡겨所以我想吃，我也想吃西红柿。하나님이这就是什么？배속에든애기를도마도를먹이려고하는就是上帝要为这个肚子里的肚子里的小孩子西红柿的旨意，因为我本人不喜欢吃西红柿，所以上帝就给了我想吃西红柿的念头，是吧？这不是我的念头，我本质上不喜欢吃西红柿，但是突然就非常想吃西红柿，所以这种念头。那么生完小孩以后才知道什么？生完小孩就不再想吃了。因为我不想吃西红柿，从体质上不想吃西红柿。那么吃一点点就够了。男丈夫却怎么样？就非常喜欢吃西红柿，是需要西红柿的体质，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说上帝呢，当给我们吃，让我们吃什么？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不仅仅是宗教上的意义，这是有科学原理的记录，是吧？比如说李香九喝水그러면이상구박사님이물을마시는比如说我在喝水李香九在喝水这只是事实什么是真实呢하나님이创造生命的主让李香九먹이는구나他在喂李香九水这才是真实明白了吧그럼물을어떻게먹일까요那么怎样喂水呢？怎么样给我喂水呢？让我感到口渴了。那么为什么产生口渴的现象呢？是脑细胞产生一种物质，那么我就感到感到口渴，已经都注入了程序，是吧？
就是感到口渴的程序，想要喝水的程序，这些程序都已经注入了。뭐할때기도찾잖아요。这些很精妙，是吧？이렇게세밀하게해놨는데왜여러분병이안낫겠어？啊，那么上帝设计的这么精密，你们的疾病怎么不能康复呢？그래서기린이뼈가칼슘이필요하면은所以这个长颈鹿需要钙质呢，他看到骨头呢，啊，他就非常想吃。하나님이생기를보내가지고啊，所以。上帝用生命的气息，刺激他的基因，让他分布什么啊 ？MPY 这种物质，那么见到骨头啊就要吃。근데이기린은那么这个长颈鹿왜뼈가먹고싶他不懂得他为什么会想吃这个骨头，以前从来没吃过，但现在非常想吃，为什么会有这种念想？长颈鹿搞不懂。那么这只长颈鹿呢？这家伙怎么突然吃骨头啊？好奇怪呀、啊！我奇怪的眼光望着他，所以自然界的这一切现象呢，可是这背后就有生命的组织使然。所以他是，他如果他摄入了充分的钙质呢，上帝就会分泌出来，让他们感到满足的啊。여러분이하나님이라면캉먹기싫게해버리지然后啊，让他停止使用。如果你们是上帝的东西，讨厌吃这种东西，但是上帝是一种爱的上帝，那么上帝就会让那些有吃有喝的东西呢，不是讨厌他、远弃他，而是让他从那里得到满足感。哎呀，好吃啊，吃饱了，我满足了，我知足了，明天再吃吧。今天冷面很好吃是吧？冷面汤老棒了是吧？그맛있는거를먹기싫게하면되겠어那么如果上帝让你们自己让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感到厌倦的话，다음에또먹어야지那么有什么意义呢？그러나오늘은이정도면뭐요？今天就吃到这儿吧。만족하다啊，就感到一种满足。요렇도록啊，요렇코롱하나님이놓셨다면精心设计到了这个地步，让我们感到满足，是吧？啊，正是因为有了满足，我们才有了盼望。이런걸진리라고그래진리我们懂得这些道理근데우리는진리를모르고그냥수박부터하는아就是아기린이빼먹네계속고아거북이가바다로가네아우리小海龟아去海里了어디와살났고이래서这长颈鹿吃什么？그이뭐하는거吃骨头了，只认识到事实的层次，事实的层次上认识。모르고그냥표면만보는수박不懂的。啊，认识真实的一面，只是肤浅的认识事物，所以就不懂得人生的味道。사람사는게뭐인데？人生活着，人生活着不就是吃喝拉撒睡吗？还有什么？这样人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是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行为思维的背后呢，有两个力量在不停的较量，一个是生命的力量。一个是死亡的力量，那么生命的信息呢，不断的保护我们，引领我们到永恒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战胜这种死亡的力量以后呢，我们可以得享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较量呢？正是因为路西佛误解了上帝的爱啊。所以上帝为了证明上帝的爱是真实的，是无条件的爱，他赋予人类选择的自由，让罪恶蔓延的地方让恩典更加丰盛，是这样的爱。路西弗认为这成何体统，但是正是这种爱才能统治什么整个宇宙，让整个宇宙和谐幸福。为了证明这一点，那么这个证明的过程，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包括生老病死，都是证明这一点的过程。所以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要想有一个绝对的爱，有一个无条件的爱，赋予我们选择自由的爱，你们要接受它，认识它，接受它。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了，如果我们按照路西弗的方式我的身体坏了，这种消极的念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要学这一门功课，生命的功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牺牲，是牺牲品。
那么在其他星球上的被造物就是生命体呢？루스벨몰라루스벨이누군지啊，他们不了解路西佛。그러니까죄가없어啊，他们没有罪。그러니까그사람들은뭐요？所以他们的生命呢，啊，是完美的。他们正在像看一场戏一样，在注视着我们。과연하나님의果然上帝的方法对呢？还是路西佛的方法对？啊，他们正在等待结果。그래서하나님이우리를이용해서我们每一个人사용해서都是为자기의要么为上帝做见证，要么为上帝的爱做见证，要么为撒旦的力量做见证。그것만이뭐요？所以说，唯有上帝是真理，唯有上帝的爱能统治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要为此做证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使命。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그럼여러분이무슨말을하고싶어요？那么你们。到此想说什么呢？억울하다啊，冤呐、啊！来到这个世上太冤了。지구에안태어나고딴데태어날거를。那么不生在这个地球上，生在别的星球上就好。그말하고싶죠？想说这样的话是吧？그러나但是억울할거없습니다。没有什么可冤的。왜？为什么？왜？为什么？왜억울할거없어？为什么没什么可冤的呢？우리가사람이아니면우리는뭐요？啊，如果我们不是人的话，就是尘土，是吧？一把土。그러니까지금저밟히는흙할래이거할래아那么如果你们愿그래도이흙이나그렇죠还是做人呢？그래도이흙이돼가지고뭐做一把尘土也好是吧？반지도끼워보고화장도해보고穿衣服化化妆烫烫发연애도한번해보고谈恋爱시집도가보고啊婚上嫁娶그게어디요그래서도로흙된다캐도这比成一把억울할게있어요없어要好得多，所以即便总有一天会归于尘土，那么也不枉活一生。所以呢，当证明路西佛是错误的时候，啊，你们将进入一个没有痛苦啊，沐浴在没有条件的无限宽广的上帝的爱中，啊，在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身体不再有自由基。即便有活自由基，那么 SOD 呢会把它转化成我们身体有益的水和养分，那么我不会衰老，不会得病，在这种健康的状态下，永远得享生命啊！我们就等待那一天的到来。那么圣经上是怎么讲呢？우리를다부러워합니다。说其他的被造物都羡慕我们，为什么？我们是한번뭐요이경험을하는거요啊，我们经历了他们所不能经历的一切，직접체험을하는거예요是吧？我们是直接经验。对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他们是间接经验。이상군은암에안걸려봤어啊，李香九没得过癌症。그런데但是여러분은你们呢？암에걸려서이제뭐요啊，得过癌症。이만큼다가왔어그렇죠死亡已经在扣着你们的门그러면那么이상구도90살에저는한120살까지살작정이거든요아我准备打算活到120岁是吗근데이상구가120살에죽고여러분도120같이120뭐요你们也120살에죽는데120岁死举个比方的话哈여러분은那么你们죽을병인암에걸렸다가曾经得过癌症，然后战胜了癌症。그런거하나도뭐요而我没有这样的体验。누가났어那么你们说谁的人生更丰富呢？경험해본사람你们经历过这种啊得癌症然后治愈癌症的喜悦的돈주고살수없는花钱也买不到的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그래서너안걸린거는후회하지고뭐그런김새사지마소啊，你们不要因为你们现在的设施안걸려본사람은좀억울한거예요사실遭遇呢，感到。그러니까저다른별에사는인간들은아那些生뭐괴로운걸하나도당해보지생존在别的星球上的뭔지被造物呢他们不懂得这种그건뭐예요우리지구에서일어나는观看着什么观察着我们这地球人类的喜怒이정도지우리는실제로뭐예요我们实际在什么经历的这种喜怒哀乐그래서나중에우리는最后呢하나님이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最最最最宝贵的存在，成为上帝手中最最宝贵的器皿啊，成为上帝见证上帝爱的见证者。조금이라도문제가생기면누구파견하는아然后成为上帝爱的使者，然后去啊其他被造物当中
가면은 말발을 서야 안 해요? 안 서요. 那么因为我们有过亲身的经历，他们会不会相信我们所说所说的见证呢？当然会相信。当时我在地球的时候，我曾经经历过这样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信服吗？他们肯定要信服。그래서이우리는所以呢，예수님과거의동격인所以我们将来啊，그런可以成为和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存在。圣经끝에가면은约翰启示录最后圣经的末后呢说，我们将和耶稣一同永永远远成为啊、王。그저는옛날에所以呢我过去读圣经的时候，예수혼자왕이지우리가왕으로같이하自己称王就够了，为什么我们也会成为王呢？那么不是这样的。原来呢，예수님의심정을뭐요？我因为我们体会了耶稣基督的心情。예수님을그여러분이이제그러니까对耶稣心领神会。암에걸려서병원에서는못고치겠다그러고이제癌症的时候，医院说你们无法治疗的时候，만약뉴스타트를통해서암이나왔다면그누가낫게해준거예요？你们得以康复的是谁让你们康复的？那就是生命的创造主耶稣基督让你们恢复健康。그런체험을한사람이중요하여你们有了这样的经历，안해본사람이중요해那么没有经历过这些经历的人更重要呢？更珍贵呢？当然是出生入初始入生的你们更加珍贵，是吧？啊，我估计你们到天国，你们的等级会更高。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你们的经历，我最多也就扭扭腰，是吧？啊，저도그래도갈비씨가돼가지고살찌고싶어서죽였고，曾经瘦的皮包骨。啊，曾经身患十一种疾病。열한가지병이있었어。身患十一种疾病。충농증。啊，过敏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喘息。哮喘，역류성식도염，逆流性食道炎，그다음에만성위염，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그다음에이이관절염，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그다음저밑에내려가서무좀，还有脚气，嗯，啊，그다음에여기빠졌다신경성대장염还有神经性大肠炎11가지무려요十一种疾病缠绕在我的身上안빼놓고다다해본거예요除了癌症以外我几乎都得过是吧나의사예요의사我是个大夫名副其实的大夫미국서인턴레지던트在美国대학병원에서한의사예요 在美国大学啊근데고쳐요못고쳐요나를못고치는거예요一个堂堂的美国大学的医院또못고치는데내가아는当时连我自己的病我无法治疗，这是我自己最心知肚明的。但是相信上帝，通过心肌炎，这是一种疾病，一扫而光。그리고체중조절이다시돼가지고所以体重调节都正常，现在已经기성복회사에서이거나와달라이랬어所以现在是服装公司让我给他们做这个时装模特广告。그러니까저도체험해볼만큼했대니까那么我也经历了很多。암은못해봤지만尽管不像大家能够经历。암체험은제가한번해본긴해봤습니다我曾经经历过一次。한번은제가癌症有一次。한번제가친구병원에놀러갔어요我去朋友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医院去见他。이흉곽가슴사진이저거뭐찍어본게언제고그러더라他就问我你拍过这个胸언제찍어봤나지금胸透是什么时候他说哎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20년되는모양이다大概有20年了啊20年了他说你呀既然来了我给你拍一张胸片그래서찍어보지拍就拍呗反正是免费的그래서탁찍었어然后就拍了结果人家都做过米道，人家经过头，拍了以后，我的朋友呢，拿出这个 X 片，然后说：“哦，괜찮네，还不错。”哦，이게뭐야？这什么？폐암이야폐암。啊，肺癌，啊，发现了癌细胞。저도딱보니까就폐암이야。当时我一看，这是肺癌。哇！哇，不得了了。这个폐암이야。我是肺癌吗？我得了肺癌了，该怎么办？眼前一片发黑，一片漆黑。그저야，就我呆呆的站在这里。那没办法，那我只能更加热心的去做新起点生命运动，是吧？뉴스타트하고살아도이렇게폐암에걸리냐？那么我这样啊，一时不苟的做新起点生活，为什么会得癌症呢？过一会儿，朋友来电话了。다
하고 깜짝 놀라서 吓了一跳，보니까꿈이야。原来是梦，原来是梦。그제가암걸린기분은알아요지금我就知道你们被判定得癌。정말앞에눈앞에뭐예요？基本是在梦境当中。진단타，어제내눈으로딱보니까폐암이。从我眼睛一看，的确是肺癌啊，这是我做的一个噩梦。그래서하여튼하나님이우리몸에제일중요한영양소를那么上帝已经把我们身体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营养素啊，已经여러분이知道了，所以他会为我们补充这些因素，是吧？뭐가땡기는거있잖아요。当你们突然想吃某种食物的时候，说明你们身体里需要。제가한번이런일있어요。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한번제가루마니아，有一次我去罗马尼亚。루마니아죠，루마니아로초대초청을받았。硬要去罗马尼亚做讲演。거기이제전국간호사들이모여서全国的护士啊，교육을받는데거기然后受教育좀시키라那么说邀请我去为这些护士们做健康讲座，그때가是很久以前的事，15、16年前的事情了。그때이제当时罗马尼亚독재자차우체스큐가啊，罗马尼亚的살해됐어，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刚刚被处决，살해되고이제막공산정권이무너지고，那么。막민주共产党政府，무지무지하게民主政府取代了共产党的政府，那么非常非常穷，贫穷，没有食物。근데맨날밥먹을때되면빵하고每次吃饭的时候只有그다음에뭐이상한뭐수빈가뭐이게뭘味道怪怪的，味道怪怪的那种汤。그다음에오이썰어놓고토마토썰어놓고끝이야黄切好的黄瓜和几片西红柿，바나나도한개못들어먹那么连一根香蕉都没有，진짜가난하대요啊，穷的叮当响。그거를하루이틀吃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以后呢，啊，기운이별로없더라啊，就没劲了，深深感到浑身乏力。그때로마니아갔을때뚱뚱한사람이한사람없어왜当时罗马尼亚发现没有一个肥胖的人，因为他们啊，女孩子们一个个苗条的厉害，뚱뚱하없어요没有胖的人，因为。보니까뭐이거말수없어요그런사람들은그렇게먹는게정상이요他们吃呢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啊，但是外国人却零零一时受不了。吃了十天以后呢？그리고이제세미나끝나고啊，那么讲义结束以后呢？미국으로이제 LA 로비행기타고 LA 坐飞机回到了洛杉矶。내려가지고이제刚下飞机呢？자주먹는한국호텔로가哦，我就赶紧跑到了我经常光顾的一家韩国餐馆。호텔방에가면이제그호텔아래층에이제한국식당이있거든那么。这家韩国宾馆的楼下有一家韩国餐厅。옛날엔제가 LA 일보러가면이제那么每次出差자주먹는出差到洛杉矶呢，我经常下榻这个旅馆。호텔방에가면이제메뉴있잖아요那么看到他们的食谱呢？지질이도먹을게없는啊，没什么可吃的。갈비찜에다가排骨、排骨烧排骨、排骨汤、鸡肉汤。아구찜에다가什么烧鱼？내가먹을거하나도먹能合我胃口的食物一个都没有。그래서우리먹었다면最多吃什么？볶음비빔밥啊，石锅拌饭是吧？그것도거기빼고那还得把肉拿出去。이제아니면냉면再不吃完冷面이런식으로最多吃这些。그밖에먹을게없어没有其他可吃的。뭐기껏하면이제순두부最多吃一个这个豆腐脑이런식으로嗯근데但是那天呢그나머지는다먹기도싫고那天那剩下的근데그날은딱메뉴편이가뭐예요打开菜谱1번부터50번까지다먹고싶어从1到50都想吃와아馋得我直流口水갈비도먹고싶고啊排骨也想吃아군침이막땡기는那么直流口水그래서식당에내려가가지고啊，然后下到，조기구이를세마리시켰습니다然后要了三条烤鱼，然后一口气给它吃掉그러니까그기린이된거지그렇죠啊，我成了这只长颈鹿了。뉴스타트를한다는것은所以大家做新起点生命运动못먹는거다不是说教条的说绝对不许吃肉，不是这样啊，这是不对的。기린도원래고기안먹는那么长颈鹿原来也是不是吃肉的啊，吃骨头的是吧？사정상但是出于身体的紧急状态，那么上帝会让他允许他吃骨头。만약하나님이기린보고빼먹어라근데기린이那么하나님무슨소리하십니까나는如果上帝对长颈鹿说你吃骨头，不然不吃骨头的话你钙质补不上。那么长颈鹿说，您说什么呢？我是吃草的，
那这样的话生命就不能维持下去，是吧？所以上帝就是这样慈悲的上帝。当我们身体里真的需要某种物的时候，上帝会允许我们去吃它的。所以你们不要刻板的教条的啊，这样。所以你乐什么乐？好，我现在正想吃牛排啊。嗯啊，天天想吃牛排，是吧？啊，天天想吃牛排，没땡기는건이제마귀가땡기는거예요。这就是死亡的气息，让你天天想吃牛排。그래서그때뭐술이땡긴다든가이런거는뭐예요？이건사망의세력이나를죽이려고땡기는거예요。驱使着我走死亡的道路。하나님이나를살기위해서땡기는거예요。拯救我的生命，让我吃某种物质的时候，啊，你们区分它是吧？그건아니라고그사실그제가참존경하는목사님이한분계신데非常尊敬的牧师。이분이그러시아에这位牧师呢，去이제계실때在俄罗斯传教的时候呢，계실때이제그이지독한그건워낙추워가지고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寒冷。러시아사람들이털모자쓰고댕기잖아皮帽子是吧？貂皮帽。우리는털모자쓰면막那么我们한국에서貂皮帽子在韩国戴貂皮帽子，그거쳐서起起痱子。그건반드시써야되는但是在那个地区여기동공이있잖아요그렇죠아因为我们这个额头上有孔。이게안쓰면이동공안이얼어버린대啊，不戴的话，他们说眼睛都要被冻住。그래가지고그게이제얼면은그그뭐요그뼈를덮고있던세포들이죽자那么这些죽잖아요这些细胞就会被冻死。菌이들어가가지고细菌进去。죽은세포가얼마나먹기좋소아细那些死亡的细胞呢就成了病菌的食物。골감기라는병이걸所以就会得这个。그럼죽은안돼요아所以就得一种啊脑病。이분이골감이걸린거라아所以那边呢得了脑病。그래가지고막한삼주를막三天呢，三天呢卧床不起啊，밥도못먹고难受的厉害。근데이분은都不能，滴水不能进。那这位牧师呢？打小呢？打小呢就吃不了肉，吃不了鱼。그런데어느날有一天突然怎么呢？침대누워있는데창문에서참맛있는냄새가나从窗外哇飘逸进来一股非常好吃的味道，所以他就顺着窗，밑에생선장사들底下正在什么？正在卖鱼呢。길에啊，在路上。그생선냄새옛날에는就是那个鱼味儿。过去呢，这个鱼腥味儿。나쁜냄새라고해이제는闻都闻不了，作呕的味道。现在闻的特别特别的香，啊，让他垂涎三尺。그래서침을질질흘리면서그걸보고있었대然后就这样就呆呆的望着这个。그런데아래층에서부인이차를한잔끓여가지고然后夫人呢端着一碗蜂蜜茶拿上了언뜻침대로가서然后就回到了床上그저꿀차먹고然后喝了一碗蜂蜜茶부인이빨리내려갔으면싶었더래요또그거가서냄새맡으라妻子快点出去然后好到窗门再去闻那个鱼腥味그러다부인한테들킨기라然后被妻子发现了여보他说：“老公，你怎么了？당신생선먹고싶어？你想吃鱼吗？”그래서응이상했어我想吃，好怪呀。그래서부인이然后妻子呢，赶紧下楼，해가지고먹은거예요给他做了一条鱼。그다음부터이분이이제양심의가책을받아然后他的良心就是有点过意不去了。아무한테도얘기하지고비밀에지켰대然后他就不敢。제가이거보여주니까뭐然后我给他看了这张图片以后呢？아그그때서얘기를하죠他把这个过去的这个事情讲给我听。그래서이제그런경우가있습니다有这种情形的是吧？这是非常。그래서그생선을사서吃完了这条鱼以后呢，这个脑病啊，몸이身体就啊强壮了起来。그런경우가있다는거有这样的情形。그래서그것은이제여러분의양심에맡겨야지啊，这完全靠你们的良心。아不能이런경우는하나님이고저런경우는뭐요악이다하는판단은그제3자가내려주시는뭐요아这个判断呢第三者无法给你讲只能你和上帝之间凭你的良心去做그러니까아그러니까뉴스타트라는所以무조건하고고기는절대못먹는다绝对不能吃肉啊不是这样的教条主义是吧그렇다고해서또어떤사람은也不是有的是하나님가라치你看你看你看啊그거그것도안돼啊这种这个心眼儿也不对啊그래서이제그래서이렇게다되어있습니다보세요所有的这个生命机制啊就是
啊，有这种额外的紧急措施是吧？你们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只猴子。원숭이가아프리카에사는非洲的一只猴子。어떤작은섬섬이름이잔지바라는섬입니다就是잔지바的一只小섬에小岛上。이원숭이인데이원숭이가이잎사귀를별로안좋아해요他平时不喜欢吃这个树叶。근데가끔가다가但是偶尔呢두달에한번정도여기이동산에올라와서大概来到这个山上来이걸먹고나면啃咬这个树。희한하게그아吃完了这个叶子呢원주민들이살고있는데내려가가지고就会到村子里去원주민들이큰통나무를베어가자속을태워가지고수출면들이수찾으러와来吃什么来吃这个木炭是吧来到村子里来吃木炭그래서과학자들이무슨생각을했겠그科学家们说为什么会这种行为模式呢저잎사귀에뭐가있겠구나这个树叶里会有什么독이있겠구나会有毒素啊독이있으니까수출찾지那么为了解毒呢他们就要去木炭吃完这个叶子就去找木炭，吃完了别的食物，从来不吃木炭。그래가지고이과학자들이그과학자들이이잎사귀를수거해가지고所以科学家们분석을해采集了과연저잎사귀속에的确这个树叶里面有毒子毒液，啊有毒素。你们看，하나님이란존재가없으면어떻게이런일이일어나如果没有生命的创造主，没有上帝的话，保护生命的这些创造主的话，有一个超人类智慧的이과학자들이伟大智能的话，하나님이라고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所以这些不愿意称上帝为上帝的科学家们呢，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把这个力量命名为什么？宇宙智能，我以前讲过是吗？宇宙存在这种宇宙智能。换汤不换药是吧？그래서이제그래서이런현상이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그래서우리가이러한이것이바로지혜요这就是智慧。이게지식이아니라这不是知识，这是什么？지혜라这叫智慧。지혜는智慧呢？지혜라는말은이지식과좀달라요智慧这一词呢？지혜라는것은知识是不同的。하나님께서나에게주시는是上帝赋予我们的。그래서건강식은뭐냐所以说健康食疗是什么呢我们下个结论건강식은什么是健康食疗우리에게필요한健康食疗是对我们所必须的적당히섭취했을때要适当的건강식인데우리에게필요한것도하나님이정해주시고这才是什么是健康食얼마만큼먹느냐는것도하나님이吃多少也是由谁来决定由谁来上帝来决定用智慧来决定그래서所以呢여러분들은지금까지건강식이뭐냐면은뭐어디서얻어들은지식으로먹는것이건강식인줄을你们认为这种知识对食物的知识是健康食的根本。那么靠这个知识，你们进行健康食疗。那么这种知识的健康食疗，其实不是真正的健康食疗，而是什么？真正的健康食疗呢，是靠智慧，不是靠人类的知识，靠创造生命的创造者的智慧进行饮食的。啊，才是真正的健康食疗，是吧？박수，掌声。그러면은所以呢？그러면은지혜로운사람이돼서你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行为的有智慧，这样才能你们进行健康的、智慧的啊饮食疗法。那么어떻게하면은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知识再丰富啊啊，用你的凭你的知识，你不可能实现健康食。옛날에제가아주왕창유명했을때啊，我曾经名噪一时的时候呢，啊。예를들어서이제그때那个时候그때제일맛있는거잘먹으러간다하면어디로갔어最我最喜欢吃的뷔페식당이갑자기最喜欢吃的最愿意去的地方什么인기가就是什么自助餐是吧当时自助餐风靡뷔페가어디서제일처음생겼어那么自助餐在哪신라호텔在那个新罗宾馆是吧신라호텔간다그러면去新罗宾馆맛있는거많은데那边有很多好吃的근데신라호텔胃口吊得足足足的。那么到那里以后呢？그때는막사람들이막아이고이상박사님오셨다啊，李湘九博士，李湘九博士，쭉쭉쭉쭉쭉，然后大家就跟着我是吧？어디를가도我去哪都是这样，前呼后拥。뷔페에서쟁반들고가면아줌마들이다쟁반들고拿着食物去挑选食物的话，他们都跟着什么？박사님먹는거뭐가李博士吃什么？我要李博士吃什么？我得吃什么？그거는하나님이자기에게건강식을결정해준다는생각이뭐요这里边没有什么
그러니까 그렇게 되면 이상구가 그 사람들에게 하나님이 되버려. 그걸 뭐라 그래요? 그러면 이상구는 그 사람들에게 뭐가 되는 거예요? 우상이라는 거예요. 아시겠어요? 아. 그걸 우상이라고 그래요. 그래서 여러분은 우상을 섬기면 안 되고 각 개인 각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要和上帝直接的交通，是吧？然后聆听上帝的声音，让上帝的智慧成为你们的智慧，啊，让你们的演示生活成为智慧的演示生活。이상구가필요한거李香九所需要的食物。저아줌마가필요한거和那个大嫂食物需要的食物可能是不同的是吧같이같이먹으면那么一起吃就不行是吧근데우리는吃的一样就不行所以我们呢叫千篇一律的理论化然后啊吃什么好啊第一吃什么第二吃什么啊第三吃什么이게건강식啊这不是健康饮食的概念건강식은要오늘여러분에게건강식인것이今天对你们是健康的允许明天是成为不健康的是随机应变的随着季节随着我们身体的状态所以我们无法预见它把握它所以至于吃什么我们要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赋予我智慧让我们能够选择做智慧的选择这才是星期天生活也是为了做智慧的选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最智慧的人呢지혜로워지는방법怎么样才能使我们成为智慧的人呢어떻게하면지혜로워질까요怎么样才能拥有智慧지혜로워지는방법은딱한成为自由的方法只有智慧的人成为就是去爱爱就是什么一切爱就是智慧爱就是知识当新娘爱心自己的丈夫的时候结完婚以后呢新婚的时候呢那么下厨给丈夫做饭那么如果爱丈夫的话这个妻子总想去哪里呢总想去菜市场如果 你讨厌你的老公呢你最不愿意去的就是菜市场是吧最不愿意下厨这是毫无疑问的그리고남편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公的话시장에가면去市场以后要买的东西比比皆是是吧啊这个是我老公喜欢的明天早晨明天中午明天晚上可是说爱家可是脑子里主意很多啊嗯如果你讨厌你的丈夫的去市场呢뭘사야될지모르不知道买什么好是吧不知道买什么好그러니까뭐를사야될지所以至于买什么做什么菜这个智慧是谁给的呢都是上帝给你的智慧그우리는일일이그지혜가없이는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我们就无法维持健康这是我们已经注定的是吧所以我们所要依靠信靠的只有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所以呢사람을미워하거나你们恨一个人或者极度的忧虑두려워하거나或者恐惧화가나거나或者发火그러면은这个时候呢人就变得什么变得愚钝没有智慧了所以呢人呢要有灵性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要时刻能宽怀大度容纳别人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智慧的思想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会返璞归真维持一个正常的口感每天重恶语重伤每天骂大街那么你们就会去找那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是吧所以健康食是智慧为了智慧呢我们要怎么样要爱真正的去爱为了爱要去智慧去爱为了智慧呢你们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智慧所以你们要去体察上帝的旨意要研究学习领悟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们要学习圣经去读经典这才是我们真正成为智慧的人的途径所以所有的智慧的根源呢是谁呀、啊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圣经已经白纸黑字的已经写明了
그래서 이렇게 뉴스타트를 주의 통과 신진의 생활은 让我们去领悟上帝，那么我们的胃口呢也会恢复成上帝原先所期待我们的那个口味上去。우리저기뒤에이영선생님啊，我们后面的那个李先生啊，고추장안준다고啊，说不给我辣椒酱啊，发牢骚。절대로자기는안변할거래。他说我绝对不会发生变化，绝对不会变。절대로啊。근데이제는뭐요但现在呢？아이게시키안하긴맛있긴맛있어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经典中心的食。이게드디어饭呢好吃了。那么，终于上帝的上帝，生命的力量战胜了死亡的力量。哎，그마귀가아주고약한입맛을만들어가지고죽일라고死亡的意念呢，把我们的口味变得稀奇古怪，是吧？让我们生病。那么，这个力量呢，却被上帝的爱赶出去了。那么，很快你的遗传基因就会被恢复，健康也会很快恢复，是吧？道理就是这样。그래서그리고여러분절대간식하면안돼还有你们千万不能吃零食。간식零食是打乱你们整个。한세끼면세끼啊，三一天三顿就三顿。왜간식하면안되냐为什么不要吃零食呢？이간식을자꾸하면零食吃多的话，우리몸은말입니다我们的身体呢？딱이제소화가끝나면当消化结束以后呢，휴식상태就进入休息状态。그이제정미소에就是把뭐찌을거다끝나면정미소는뭐요那么把稻米啊，그렇죠就说안돌아가도돼打夯以后呢，经那个磨坊呢就要休息是吧？꺼져있는정미소에또뭐요那么磨坊里面又倒进了什么？살뭐요한열가마찍고이제쉴라그러는데那么刚夯出十袋米，又拿了一袋米，是给我夯一夯，是吧？那么整个磨坊的还有全部的运动，注意打开，所以整个这个磨坊呢，所有的机械还重新运作，所以耗费更多的能量。많아지고能量是吧？이몸이这身体전체적으로휴식을整体的就无法进入休息。所以就是零食是非常致命的，是吧？그리고간식하게되면은所以吃零食呢，消化就会不良。소화력이또떨어져消化能力会降低。소화력이란것은什么是消化能力？소화기관전체가就是消化器官整体就在集中集中至少要四小时，经过休息以后再进食，这样才会怎么样？才会运作有力。但是吃零食，整个消化系统无法得到正常休息，所以消化率就要降低。所以你们到这里以后，首先吃的是很淡的，而且吃饭的时间呢非常有规律，消化力很快就会恢复的，是吧？그리고제가지난번에말씀드린것처럼아침식사를제일착실하게하고早饭一定要吃好，中午呢要吃，也吃得好，但晚饭呢尽量少吃，吃的简单。하는것이啊，这是그래서进食的原则。밤새도록注意여러분의소화기관彻夜晚整晚要让大家的消化系统呢进入完全的休息。그래서제일나쁜음식이언제먹는음식이最不好的饮食进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夜宵，半夜吃东西，这等于是吃毒药。所以你们的免疫系统啊就会一塌糊涂。지금피곤해서하루종일떨어져자는데정신이累了一天，正要休息。그잠이단잠이요무슨잠이你们睡眠会是啊香甜的睡眠呢，还是噩梦连篇的睡眠呢？所以吃完了夜宵睡觉呢，大家就容易出噩梦，道理就在这。所以不吃零食，特别是杜绝那些夜宵啊，这是维持消化系统健康的最根本的常识。那么那些因为胃癌要有胃大部分切除的人，医院会说什么呢？조금씩어떻게요？你们要吃。一吃一点，而且经常的吃，这样做的话，那么胃绝对不会康复，胃呢绝对不会适应，吃一点再吃，经常吃，所以胃呢得不到休息，总得在那什么工作是吧？胃很快就会
먹을 수 있는 만큼 어떻게 해요? 所以说, 먹으면은 定量, 定时的吃. 위가 없어도 이렇게 이제 그 장하고 이렇게 이어놓죠. 那么即便胃已经切除, 只剩下一小部分, 但是胃和肠呢, 그 부분이 통과这一部分呢, 조금씩 부담을 줘야 돼. 给他一点负担, 然后他会怎么样? 조금 더 먹어도 되고, 아, 再吃一点,再可以吃一点,这个胃就可以扩张. 그래서 훈련을 잘 시켜서 通过训练以后呢最后的一天三顿饭定时定量完全可以消化得很好 나중에 最后呢, 한 몇 년 후에 几年以后呢, 大家再一看呢, 그게 위 같이 이렇게 다시 胃已经 그러니까 하여튼 하나님이 所以生命呢在我们身体里已经给我们 安排了复原和重生的机制，是吧？所以你们啊，他是说胃被切除了，所以经常吃一点点吃，那么这是违背胃的原则。你们吃一吃就是有感觉啊，再吃一点没问题啊。所以通过循序渐进，要杜绝啊那种过饮过食、暴饮暴食，不要一下吃的太多，适当的，适当的。 适当量的，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增加饭量，这样消化功能呢会恢复正常。所以呢，总而言之，健康是一个很简单的。我讲了将近半小时，苦口婆心的在这里给大家费尽心思的讲，但是结果呢？结论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很简单。그렇죠？是吧？그러니까누구나할수있는。所以说，人人都可以实践。医疗知识啊，但是。因为是上帝在使。내능력으로하는게아니라。不是靠我的能力。모두다할수있는것이。所有的人只要把你自身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就能成就的，生命原则。 배고파. 아, 이제 뭐 날 간주라.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뉴 스타트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햇빛을 조이세요. 햇빛을 조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햇빛을 조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절제를 해보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주식을 취하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주식을 취하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주. 자, 박사님 많이 시장하신가 봐요. 한 결 빼먹고 하시는 거 보니까. 여러분들도 시장하시죠? 예, 올라가서 맛있게 잡수시고요. 오늘은 특별히 회복 이야기 후에 꽃사진을 볼 거거든요. 그래서 10분만 더 먼저 모이기도 하겠습니다. 7시 20분에 저녁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